其实我真希望家中都来推动到哦，绝对有做个国际名名的一个工作，可以奔台湾提一个国际的畜产界里边占有一席之地，也甚至奔安好的有猪肉去行销到我们米其林饭店去，奔客家也有优质的产业，我想客家人就因此而有优越感了。大部分北部人来到南部，车门一打开，他就觉得他已经到垦丁了。但是事实上不是，屏东还有屏北地区。啊，告诉我们，屏东还有一个可可可以变成一个特色，你搞会游客未来都你不会来撩。啊，你家工作机会出现的时候，是不是有会有年轻人愿意返乡来做一个，就是你的农村活化的那个工作？这是我们在期待的。来到内埔的，都做得甘肃的都袅袅的人情味。特别来认识的专家，行客很厉害哦。今仔来你看啊，见到用用现代的经营方式来修养个传统的物资诶。行客内埔新的后生人也一台，见到用用的老渐渐的发展出来的各个产业，加出出彩天的美食哦。来哩。屏东内埔的是客家泰镇，第六队的都算是后队。今天提前而来拜访的丰田老街，算是闹热的商圈，也是对十八世纪的中期就发展出来的老总头。老街两片走得看得到东都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唐宫店位有一间开业为百年的茶铺店，都跟蔡天人生发的都还是一世纪东都哦。我是明珠啊，那今天来到内埔的，唐公爷检查铺店开的不一百年的哦、喔，老店哇，而且一进来，青豆东都细细直接看到的东西耶，应有尽有，应有尽有，上多的嘛，现代的古代全部有啊，真劲哦，条家啊，还有唐公，也倒闭的啊，东都人哈，听说你也会讲东都，我去用的语言呢，有法度哦，缩短双方的距离。哦、最好你还入来有法度讲对方的方言，客家话你都也会了，英文、日本话，英文你没会？哎呀，我们呢？哦，你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你有没有按摩英文啊 ？Because many years ago, I own the trading company in Taipei, so I can、really? I can talk something。后来变做今年用 CT 方向真的按用 glossary 耶。佢安尼，我用啲环境做物嘅、唱物嘅，哦，啊用心，错冇？啊用心经营，啊用爱心，哦，啊用耐心，啊人缘最重要，人缘最重要啦。人缘很重要，人脉，人家人家讲诶，人脉关系嘛，对不对？而且头刚刚又发现到，人家倒闭啊，真嘅。买马街食的用的，马街都看得到。现代古代全部都有了。真的，两个比啊，马街连锁的那个超商更厉害。你的 Seven Eleven， 我 Six Eleven，
六点到四点，哈、哦，365日，365日，全年无休哦。哎，当主的他跟你休息，也无休息，哈、哦，俺都本意防骗啦，也一种服务业吧。喺啲建议地度嘅份熟悉嘅人情味，头家祖宗夫妇嘅理念，本日间百年茶铺店，行喺啲老街巷企到猜猜，行喺布顺店前身来做嘅耐心老实忙，用袅袅嘅人情，还有传统嘅延续，呢间老茶铺店，同样做得地点下闽南嘢都系潮爽嘅环境地度，开出一条新嘅路。前日嘅去五祖嘅泰国，唐公家头边去五祖嘅韩文老人家修身养性，弹古典音乐，很真的哦。来你看呐，嗨，明珠你好，你好，泰国你好，你好，哎，你好。今日来看你去五祖，唐公家五祖嘅弹音乐哦，嗯，弹有哦。我哋呢主要系弹古典音乐哟，而且系弹嘅莫扎特古典音乐。恰玉总泰国女仆嘅彩体客家人。在屋卡提三胎的祖母，此时一天的阿爸好曲祖的，没是拿到 MBA 的强人哦。他改变的传统曲的方式，用他全部的心力、老成本，使味道曲出精品级的不错的。哇，泰哥，你阿倒闭曲祖的啊？还没有进去就发现你们对卫生很讲究了。因为本身我是读畜牧科。唔系读厨艺，读畜牧系个注重嘅预防嘅工作，佢是对环境嘅管理，个疾病的控制，个在意。热内一个牧场地方，如果作个防护衣，如果隔绝病菌本的主啊吼。噶沙哈勒，你为什么先带我来这边呢？点解嘅？因为我哋明年吼，我哋主嘅提三多年以前如果是批。如完全失掉而老啤酒酵母粉做的事，它最重要的功用如仿效的日本哦，日本咪讲咧神户牛排很牛了，伊咧煮的黑色啤酒长大的。哇！啤酒酵母底部青豆安尼微量元素，囤的酵素，嗰是可以本伊的肉质哦，伊的大理石纹，安尼讲 marbling 大理石纹，咁无肌间脂肪会够丰富，然后食到的肉质的时候，感觉到的肉会特别好食。其实肉煮了都同健康啊，你照顾伊，煮了都肉都好。真嘅、嗯，好，所以蛮看到两个厉害的黑猪，已经先见识它厉害的饲料了。哇！你要先批一下嘛。够贵熊诶！挺熊啊！真的，你们熊都做得老猪吃猪诶皮饲料吼。系。安全的皮哦，它完全没有味道，是很香的哦。泰哥讲，出生三个月的母猪诶，比自身完全饲料，这个饲料坚持唔用奇怪谷物，其中加添生菌，老强度麦酒厂的麦酒发酵，来天数猪的消化，按人味的方式，每对肉质的提升都好哦。提一摆来到足了迪度，还有弹到 Mozart 的 music， 太优雅，而且连按钮松音的都感觉到自己很像很优雅一样哎、啊，动作要有心情挺优雅，空中蛮优雅，哇、嗯，而且啊，感觉在头前行音来噶有竹子，他们也好平稳哦，对啊，他不会那样子，就是一般像猪哎叽叽叫啊呢。有糖音乐，我煮的本身都心情会平稳，对不对？主要是黑毛猪，它是还有分其他品种吗？黑毛猪只是一个统称，如果无色的某论的黑毛猪，但是品种很多，像外国的有的英国大黑猪，有的六白猪。那这是内埔大黑猪吗？内埔的六堆黑猪，目前台湾以为什么品种？桃园种、米农种、顶双溪种，已经无通用的。已经如果独立种化成另外一个品种，可是我哋基本上
搿个品种已经从目前的品种门口，搿个就要爱骂名了。他跟你，我们办方的成员都他跟你集思广益，想想用骂名个，后来想到个名，因为一个组诶，就我哋人来人六队客家天气的话，可是我们搿一个组诶，都可以来按到六队五组。那我要怎么问？你跟我说好不好？应该少了一些米，一些米的水都好。谢谢。而且太港店还有半仙豆，其实这里面环境非常的干净。环境好，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你讲我们除了东西阻拦以外，环境轻重要，你讲天然的那环境地方，而且野的益生菌，如外国人都安尼做，都从事预防的工作，一个环境地多，还是优势菌种个多，怀疑病毒没细菌一来时，都无法度发病。可是如用个是贵个环境阻拦的地方，如野的益生菌，果按那种米西后煮个生发的体验，佮心情都够轻松。够轻松个是，伊如果没有偏，都只用抗生素，可是也系用益生菌系很重要一个方式。那我就直接对一下边，这样子好不好？好，我试试看。他是喝这个啤酒酵母。对。哎，金毛反应呢？伊台湾啤酒是啤酒的倾向，因为是色。哎，阿娘，我醉毛，其实啤酒酵母会不会醉啊？嗯，唔好，因为你看，阿娘，他已经醉了哦，这一只已经醉了。嗯，好。其实没啥听到酒诶，没得陶醉啊，陶醉，陶醉在莫扎的音乐里面，是不是？对呀。好啦，哎，真银救命喊虫哦，等一下，来吃饭。好高松，好高了一些。对呀、啊，嗯。泰国刚请问一下，列到毕业，刚才五组的啊，除了生鱼啊，煮出来啤酒酵母以外，其他么什么该特别的食物呢？主菜都保，都补充一些个纤维质，嗯，还是一些豆粉，蛋白质，蛋白个五粉，还有些奶粉啊嘞，还有一些面粉。唔是，我哋咧煮嘅讲究都讲无添加，嗰是无加啲瘦肉精同抗生素，而且要熟食五十年。一世人啊咧。系啊。哇，好，无怪你要倒闭嘅五族，你有爱有命啊咧。抓到煮嘅本人保存下来嘅历程，老六对客家文化嘅关心同情，加大个希望，加定血肉对五族嘅。本来这个六十年中发出来的五族品种，帝国之后来安名，行家的玉山街有重要的天味。嘿，泰哥，你看有没有煮的玉都弄过呀？哇，泰哥，你的煮肉酱面太颠覆传统了吧！不说两行，我要跟他亲自接触。帅哥老板，嘿，今天有梅花肉吗？今天有梅花肉。客总好一心。客总好一心。嘿，泰哥，你看有没有煮的秀都弄过呀？哦。一煮的最终学到落尾，除了兼顾一家肉质以外，其实话一个青苔目的是很多人道饲养。哦，不出来散步是吗？不以放风，对。轮流出来撩啊呢？对，台湾的地方话还唔算太无法都讲，不以几年的体啊，拢提个是都分片。分别过一路等于十包饭以后都出来圆通，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大哥真的很妙啊！这在游戏区里面，我还看到篮球哎，你还放篮球给他们玩哦？啊，要么还人道饲养其中一个，真的假的啦？面具有个反应，不然踢足球，一定会踢足球，一定会搞啊，系啊，会搞。有冇搞球哎？敢问出看咯？猪会玩球？会啊，你去搞会踢，有会好奇，会踢球。真假的啦？他真的在玩球，太神奇了！他在踢球哎。好神父牛血的方式，本族的唐音乐是由墨酒发酵的材料，本其他都有表上表下的空间，排除一般商业机制当讲血态的方式，强调环境、人、动物、连圈下，注重人、土、自然。他
讲你们要等下去念五竹肉店嘿？是啊，亚路迄个店的五竹肉店啊。就这个。是啊。你们上了某车啊？那连当初做那个时候想诶，用一种颠覆传统猪肉摊的梯房来呈现的那个外观风貌。而且刚刚都不看伊个当初日本式的小店铺这样子。嗯厉害，但请店面就无去哦。那离开那好无？好啊，欢迎你啦。哎、欸，弄到冻冻酥爽啊，两块肉很清爽哎、欸。嗯。哇，太公，你的猪肉店面太颠覆传统了吧？这一定要的。哇，而且很贴心的，你看它这整个就像是人家买牛肉穷腰，然后我们买麦盖铺味啊，想要清清楚楚，这超级适合那个。新手当人妻的，而你的店呢？打开了老头家店吗？唔可以，因为为了卫生安全的问题，可是也要囤消费者要有主角的部分。而店买猪肉用透过麦克风囤的，底部个在店长讲。哦，是好，不说一定要他，我要跟他亲自接触。对，你就用拿麦克拿麦克风。对，我们这边还有英文版，还有英文版的。真的哎，对，永贵贵你能买吗？有啊。真的哦，帅哥老板，今天有梅花肉吗？有，今天有梅花肉。一般呢、啊，可以做买猪肉店，跟他买猪肉，人家那个切猪肉都是咚咚咚，然后那个碎的骨头会喷到四处那样子，真的也很有传统味道，但是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对，温度底部条控制都提在十六度都二十度哇，这是新环境，很强的哦，超级干净的。刚才讲了点改装，好酸甜的哈。嗯，哇，哎，泰哥，所以低度除掉有卖那种现切之外，还有卖那种冷冻的哦。是啊，嘛有啊。哎，可是像这样，你敢没好过我买那种温体的啊，就是鲜食的吗？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温体屠宰，在过了分切的温度是在16度到20度 C， 刚好保存本肉体的低温环境里面，它生菌数蛮高，但是又可以让它的肉体内的酵素可以让它作用，4个小时内作用，让它肉质更 juicy， 更有弹性，更好吃。真的，而且两个猪肉的火山，我一听都-60度，把它急速冷冻，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泰哥，酸甜以前我一定要请问你一下，从按钮对眼都不腻了，到整个买肉的过程，这整个想法很用版，可以是以为按钮上版。其实也是我在1996年的时候，去日本做给自己的自助旅行的时候，去的东京的小巷子里面，发现到有人的金肉铺。就是这样子，就是外观非常的鲜丽，里面都是保有在低温环境里面做分切，肉是新鲜的。那我觉得触动让我觉得说，日本台湾已经算是在先进国家之内，台湾应该做改变。所以我就想在一切的模拟周的时间，如果先来在自己的家乡来做一个实验性质，但是我想一个好的东西应该是坚持下去做，只要我们方向是对的。我想就永远可以达到我的七家理想，所以我就想坚持下落去做。车太哥哥，经营是开店之前，当到朋友用各种专业分析，老几讲冷冻猪肉无可能会成功，天气做得会变态。不过一心想要改变嘅车太哥，用时间来证明嘅好嘅品质，亲密仲系多一条考验。天天太高，你是来贵你那个无助诶，俩总算我来准备掉你了。哇哦，太高，俩就来吃只配猪肉来是嘞。对呀、啊，我来行肉。可是哦，我刚行肉了呀，这个整个环境都舒服诶。呵呵。俩就一个算是庭园。对呀、啊。Barbecue 这样子。可能以前呢。从事一些的艺术工作，囤那个艺术感，穷阿姐，我们常常就是喝酒聊天，大口大口的吃肉，所以那时候都提起搞一个庭院风，都早上给他的 barbecue。你应该是很好客那样，对不对？你不迎他们，你要不看穷他吃酒啊，配猪肉不给他点吃啊？因为以前都做过村长，哦，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诺卡就是一定有这个东西，那有肉。村民大概
一人大概吃通。服务，村民服务最好的方式，而且鸭哈嘿，你还可以顺风，还你还可以煮肉点。第二道味就做在菜价不应该批斗米西，大家可以闻香而来买猪肉哎。对呀、啊。贵边用条喏，买猪肉，每个用枪头白用劳力听听。对。对不对？嗯哼。第二个猪肝的部分是不是要嫩？是不是不能烤太久？猪肉尤其猪肝，因为是肉的生产了以后，营养的含，看得清早，但是其实是烘的那种粉呢。粉粉，大家可以吃试一下。我都不用加任何的胡椒粉啊，这样调味料吗？我记得一个厨师同我讲过吼，伊讲为什么要料理？料理就是要改变食材的风味、嗯，因为食材可能不是这么的好，所以用透过料理来增加它的风味，好吃，人家才会想要吃。但是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就是你看我们也不经过腌制，就待会。烤熟了之后，用点盐巴就非常好吃了。你看，这就是自信，因为对自己啊，秀出来主位有自信。古时候呢，不是嘛个装饰，不用用什么掩饰、调味都不用。对，哦，真的，看起起码一就对，我可以试吃看看。可以。哦，好看。真的好吃吗？当真。真的。当真。哎、欸，我现在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哦。生意浓气，而且它那猪肉某种猪肉，而且可以吃到肉的甜味。对，而且它油这懂多，对，懂拉骨，骨头生意了懂斑嫩啊的，你会觉得自己像在吃牛肉哎、牛排一样，好神奇哦！车胎狗老猪肉制品完全发挥出来，都用花给无猪肉料理，像去盐肠、德国猪脚、米国生酿白排，看起来都懂上瘾。这才对不错，想要看一下米其林等级的秘密耶。人家吃的是牛全餐，你们应该吃的真厉害了、顶级的黑猪肉，对，米其林餐厅主厨指定选用，而且还算是有客家 mark 的哦，对，对不对耶？那现在呢，我听过人家说要吃肉的品质都在后仰后，就是要吃它的蒜，如果它是够好的话，它蒜很快就会好，而且看油花，所以是不是用这个？对，梅花肉。哎、欸，过年个油花就懂讲哎。六对黑猪大概因为它养的时间超过十五个月以上，所以它的那个颜色够粉。你看青葱，牛哎。对。国外一个青葱点那个，它的油花。油花，油花就是这个真的是很厉害耶！看两个油花。好，我来吃吃看呢。顶级的五猪肉。越炒越上瘾啊！一口咬下去啊，只都加个油质，用的呀甜甜的猪肉，吃落去要感觉到，佮加个油分当饱满，吃的又温呢。而且懂顺口，对，你讲大家有些是讲日本的这种和牛啊，就第一个，伊一定要油质呢，其实老牛嘿分布都肚肚好诶，就说佮吃那海鲜过后，你会就真的是像吃到那鱼油的香气一样，没错，无穷用诶肉出来诶煮诶，真嘅无穷用，对，真的是，真的，这是客家的光荣，客家嘅光荣，我都六对不足诶，对，真的有客家商标的，厉害，那也是要给乐牌的铺粉哦，要给每配都懂讲哦。嗯哼，哎，大哥，你可以教我来认一下，就是因为我看这个猪乐牌，它给它 Q 用油这懂盆差不多，有在它上面都有一层这样一层，所以我们再去选肉的时候，它这样就是最好的，是不是？要一块黑三，你讲的三层肉，伊当讲有一层的皮猪肉，佮底冻在一个。酱猪肉，再过来皮猪肉，过来酱猪肉，安尼，就是讲油花分布非常的，对，吃起来非常的多汁。珍珠奶，我带你来款巧克力。哇哦，等一下，那一捏完落来就闻到这个巧克力香，好浓哦。对啊，要在研磨阶段啊。你有看过那个有一个电影，就是威利卡卡，他做那个巧克力，整个人泡进去，现在就这种感觉。走后一起。
那熬啊下去过后，也个油质老呀，酱猪肉部分分布都嘟嘟好，骨松连下落去，这又嫩又油又脆啊呢。董事长，对，你自己看，真的好赞哦、啊！谢谢。而且一般来讲，是作为热牌，有一些胚都比较柴的时候，不看难熬。可这个咬下去真的是嫩的，很少人用嫩的形容词来形容热牌，因为热牌通常胚都开旧一些的，都柴，比较柴一些，都涩一些。要吃米贵色酿白牌，要老将猪肉的部分嘟嘟好。最多的好食，就从老外带到南安人的境界。德国猪脚每穷用五十本鸡，猪皮脆又 Q， 肉质饱满又软软，本人软唔吃，以后啥都以后哦。你知道俺用六年韩国人呀，你知道不能坚持下也通的天马街。其实呀，一路韩国人来讲都，要感谢人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们毕竟对那个产业刚开始。只有做生产这一块，现在从加工再做行销，我觉得，要感谢人太多，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朋友，感谢那些当初在后面，一直鞭策我们，觉得这个店一定开不起来的。但是我觉得，行行喵喵要因为这个产业可以落实在这个地方。有一次我看了去东港那个黑尾鱼，一个东港的黑尾鱼可以让东港繁荣兴盛，我那客家呢？因为五族会在这个客家地区养了很多，所以我很希望说，尼普会六堆这个五族肉可以变成南南平农一样的三黑产业之一，有东港黑尾鱼、林边黑珍珠、内埔黑猪肉，让内埔甚至六堆地区繁荣兴盛，这是我觉得这个产业让我觉得我要为地方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最大动力。我最喜欢。德国一个思想家，就是一个尼采，他哲学家，他讲过说，有强烈决心的人将无所不能，因为这句话就触动了我，让我觉得该坚持下去自己的理想。那这个理想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地方，甚至为我们刚刚讲过为台湾留的种，就这样子。从业的勇气、老大兵力，全部因为亚芬想要改变的想法。想要改变的心意，就变做车太过进步的通力的。佮因为使命感是上涨的，有意义的事情，就算用了同道的功夫，咪要上去做。爱上女仆的，我因为太过了分无主母，变到行看闹热现身。沙丁天天爱行业热太穷林地度，就下来你看一下耶，女仆的幸福金。哇、wow！看到两个手机讲，你两个女仆诶，两个 Coco 呢？其实女仆中 Coco 已经有十多年安久诶，其他都了下奶奶对中车发配都千百米做出一个考级的，全部做在一条龙，七家宝盘，两下已经成立三小班，做在用七家的日条本两个 Coco 书呢，发展出全新的台湾情感通行故事哦，叫我来你请舞台哥。Hello， 武泰哥，安总你好，你好，你好，哇，我爷爸又转了 Coco 演呢，我两三年前有来过诶，系啊，系啊，咩了？就看人家 W 女仆的 Coco， 唐公演他已经有三小班，应该有两个三小班呢，真紧哦，有两个三小班，故事越来越多人中诶，嘿，武天总泰哥，彩提客家人，多年前你去甲后辈的槟榔树演种的 Coco 树。对个下意思，高等班农班工的成分，李女仆诶用种 Coco 来做副业，去当品尝的农民朋友，接着用礼拜两年的时间来完成。咁而家下都会无限嘛？个咧？诶，不苗诶，去年的台风啊，一条吹死诶。哦，顺风机条去台风家吹脱咧哦。嘿嘿嘿。哇，安样错？啊，不不一条。哈哈哈！佮也是恁没有迄七家店出来，七家店的要嘛，迄七家店的。哇，佮用技术动腔的耶，很厉害呀！还见我七家店没有诶，无阿就先来看你的种好无？好好。像阿娘细细没有到种到太有结果。两年都可以打过诶。哇，又还要等两年哦。嗯。好得讲啊，今做嘛女仆诶 ，Coco 妹做得种会上，是因为呀，倒闭的甜是有拉捏，对不对？
都落喺南北纬度二十那边啦。那你泥埔都差不多睇安尼地方。算是天然条件同合适的蔬菜，可是啊，虽然讲天然条件同合适，每户顶也得要三十万开始，要两年有安样，是呢，因地制宜，无去个地方，无去个种法，你还经验种业占得诶。台湾人呢，种植够厉害啦，农业技术很强。嗯，干一下这等下你看配的东西嘛。好啊。哇，你阿得全部就靠果果子诶啊。嗯，也无向品种诶可靠。大家都懂好诶。今年因为去年的风采安泰吼，啊，今年的鸡嘛个啊，高个咁蛮多。哦，哎，有养熊安泰吼，骨泰哦。哎，种一条树怕也安多诶。嗯，啊，今年要来树怕。树怕？哎，怎么个要树怕？伊那每本台风采的安岩葱啊，啊，是树树枝。故说要顺风也得要怕，要留个树。哎，要树。等下规章的剪体是不是？你咪可以。好，我们这个建议给出了问题啊，看无咧？可以啊，给了修个呀。红色那颗是不是？好，那我剪出来哦。好，给修个。哇哦，留一些 detail 哦。这样子吗？好，可以。好漂亮哦！嘿呀，安家果子，其实那样给 Coco 啊，都给两三年前之前，玛雅人家的就开始种安样的 Coco。种到台湾的内埔的了，算是台湾的冬腔哦。因为台湾的风味阁无一样啦，阁特殊。嗯。因为伊遐阁多种啊，去混合去发酵的。阁多种混合，无怪人家一路行过来家下，它的果子的颜色都不一样。故说你青埔没有了，佮全部混合起来。更加拢，安尼更加种的拢混合种。呵呵。啊，更加你看到明年开始吼，安尼有计划个咧啊做。品种改良。内埔的是台湾 Coco 的故乡，农民朋友十多年来的打拼，渐渐地打出了内埔的口诀里的名气，同时也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下回民族带电台家行一转屏东一带农业博览会，接下来你看啊，内埔的 Coco 农民朋友的成果展现。哇，婉伦，刚刚你们看到你们这边屏东乐博里面好多菜的农产品哦。嘿，大家，这次啊，热带农业博览会有我们屏东所有最有特色的农产品都在这边做展现，然后特别我们屏东可可在这边有一个可可馆，那我们说可可的农友也把他们做的这些很有特色的加工品也都来这边做的呈现。真的，对，而且我看他这卖好多，有卖可可含做泡茶呢。嘿。这都是可可茶，可可茶是用的。还有可可豆，要做生茶，对，还是想做生产的。要压碎以后做茶包，然后有用夏威夷果做的可可豆，还有用杏仁豆做的，然后所以还有可可茶，对，都可以试试看看啊，来等要。农民都很努力在研发各式各样的商品，农用新品，而且发现好多间哦。对对对，就是现在以前只有两三间嘛，我们这几年呢、啊，就是也受到我们客委会还有屏东县政府的辅导跟补助，给了我们可可产业培力计划。那所以这两三年可以让农民可以从原本的耕作者，然后种植者。变成加工者，然后甚至走向三级来做一些服务业的推广跟销售。那他们农民也都很有心，很感谢就是客委会这几年来的这些辅导。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包括就是说我们开始在做社区的营造啊，然后希望说可以让台北啊或者是各地的游客能走进我们的六堆的客庄来认识我们的可可，然后来做个可可小旅行，对，来认识可可旅行，对，然后可以体验从吃喝玩乐，还可以看得到可可果子这样子，然后来用透过可可的小旅行，然后来认识我们整个可可产业跟我们客庄的文化。对，我觉得把观光带路跟这个传统产业做结合的话呢，你有一天本太家行开有各种限制。除了可可加工的技术提升呢，还有后生人上网捞可可捞观光做结合，艺术不是结局的将来，可可没做得比女仆的带来新的经济奇迹。人家讲的生产能力，也代表有一对后生的兄弟，今为可可产业并业形象发展。你们好，巨宇。俊文，你们好！哇，你看这都是谁啊 ？Coco 贴位哦！哇，
3年前啊，就有来找过你们邱家的兄弟认识可可豆了。有多一个成都的，所以兄弟会得出来。都好，你们以前是同好，再过拿出来晒一下，是吗？你比爱晒下水，土边晒水，要水水分还够高一些，而且要拿出来再曝晒一下。邱尊义，你不会客家后生人，后生悠悠的邱对抗各地的发展，有动态的想法。老哥哥俊文扣下头捏捏的事业版图，虽然对模块是一周，不过见到三万的学习态度，全部比到爱做出想到太大的考验哩。可是我今天哦，想要来了解一下你发的工厂，因为俺松板呢，我看到清晨，这等下来看一下你这个在发酵的过程么嘞？好啊，来，好好。俊文，你个就会开始发嘞？咱开始发的都第一年，好，好，来看看。哇！好屌喂！慢慢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用，像咱的用，又是又得位量拢挺多的。太高气抓嘞！冲出各种发酵的酒香味耶！对，因为可是发的第一年的，可是已经有可是变化哟。像阿娘已经发过一年嘞，那中秋我发几多年嘞？鸦片嘞，以更加台湾的歌位来讲的话，可以发讲，因为有可能讲，因为天气的变化吼，时间会长会短，某一天。啊，不过以国外来讲的话，差不多五年。可是你要给。做嘛该我不发嘞，做嘛唔直接留个四天轮胎就好诶。因为你迄个是讲体味无发酵的话吼，伊啊风味唔会走出来。巧克力最重要的风味，嘿，伊没讲啊发酵唔发酵，你迄个无发酵，唔嘛晒唔着。因为外面的果肉你晒着诶，空气安不得又翻潮，愈绵愈软，硬着硬着，嘿，愈着唔会着。你经过发酵以后，伊啊风味走出来以后。晒张有香味，晒以后，我团萝卜的风味真的也体会滴怪去。爱本可可果子发当重要，同时佮咩系巧米嘅关键哦。小木凉香甜，保留嘅可可黏蛋嘅果酸，强调黏米系其他度嘅特色。本口颗粒嘅米心，有种日本腌果香哟，都会其他种嘅层次感哦。民主人，我带你来看巧克力。哇哦！等一下，那一你慢慢来就闻到这个巧克力香，好浓哦。系啊，要喺在研磨阶段啊，因为对头都发酵下的烘焙之后再脱壳，撸下了要研磨。啊，我看到那个，这个是什么机器？要撸调温机。调温机？嘿，啊，要给撸对给磨下的撸温度压偏来。其实调温以冲掉撸的马上用来调伊的油脂。它调温的作用就是让它看起来有亮度跟脆度，所以一定要调温。你如果做黑巧克力，一定会调。嗯哼，嘿。刚用完皮豆芽的香米做出来，你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好之后，还要经过嘛个铺车做的边做，你四面红色都会烤起来。哎，入模啊，经过然后带你做迄夹心呢，伊个步骤够繁杂啦。看这个好疗愈哦。哎、欸，啊，之后两个步骤都会震动，震动的时间，然后震动的压力会特别大，啊，特别大，啊，然后会平整，最密度怪黑的动作。哇！啊，你都可以耶。亚峰来了之后，好，好像可以哦。亚来做迄眼型的吼。啊，我变黑，叫你可以变黑的，嘿，啊，你开始看伊的亮。哦，你要喂。慢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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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像咱的用又是又得会量拢挺多的，等下你，等下你震动的时间，你会溜出来，啊，更加你震。太高气喘嘞！唔好老到变硬木诶，初中生双气灵就用按简单哦，看按磨焊器材嘅用诶，出走在第一组考验你嘅技术，俊宇是迄边嘅当道嘅心理师学嘅。另外，梁雄天特别善用当初的草莓来做料，本口颗粒上瘾的蜂蜜够提升。
是用的最好，唔爱用的舒服。真经和其他料粉有强恋爱的神甜蜜心。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可可茶。可可茶哦，然后用可可的那部分去做的嘞。以烘焙过后用伊的壳。哦呀，那不要成壳呀？哦，这个里面果夹的外面这层壳，系嘛？因为台湾人够好吃茶，茶类啊，亚种东西如果本人吃个米西，而且它不会，它虽然有咖啡因，不过伊咖啡因先大，所以它睡前喝也是 OK 的。纯甜点的果子什么？好棒哦！披起来是烤起来的巧克力香，可是吃起来呢像是喝果茶一样。好，接下来呢，应该就会本西门尼按照青蓬蓝形条来吃的巧克力各样变化。刚刚两个应该是你看他做的第六宝吃不会癌，对不对？我先来吃这个好了，好，因为它可能会冻掉油态，因为它是天全部没有再添加的这样子。好，第六宝要吃破味果酱老黑啊。用这个按钮，酸酸甜甜的米西，真给就你阿公哎，就像是初恋的感觉。又包熬矮巧克力，它会加很多的牛奶或是糖粉，可是呢，牙口巧克力偏酸，感觉呢，它就是没有这么多其他的添加物。吃的话，可以加个果汁本身的笋啊呢，也是可以提上来的屏东巧克力的味道风味啊。上下两个呢，吃吃两个，两个黑马个呢？黑巧克力，笋呢？哇，我跟你说，我是黏蜜，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就会是暗用的了。好，它的酸味会比较明显一点。还有糖果人家老爱分享啊，我是两个巧克力，提供给好也唔好，提供呢先感受两个油分，当然最控度它化开来的那个速度，就是感受它的油的程度，巧克力的油的程度。然后呢，当你闭气的时候，我们披到那经过烘焙过后的那种可可豆的香气就出来，酸没到底度，真的很棒哎。你必须果的东西哈，果酸味其实没有办法去去除了，我们尽可能就是说保留原味在做，对，因为你在做在地产业，我要是再改一堆东西，还一改变它的风味，变成说它变成大众化的口感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一个特色。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说，让其他的消费者都可以吃到原味的东西。小木量用铁的烤克力，保留的菜体的特色，是落在空充满的可可特别的蜂蜜，香料地道带有果子刺眼的酸甜。就要问大家，食到七家中鸡、七家做鸡，有七家美食的烤克力。不过讲真嘅呢，做得有台湾的烤茄哩，对，完全冇从零开始到现在可以品尝到这样子甘甜的烤茄哩，真嘅冇咁简单呢。因为巧克力的做好是有量的问题，如你要发酵的量的问题，那你要量的问题，我们就是很简单，处理一个产销班，然后就跟农民做收购，还等二月份讲啊，第二等老板买一桶，还等马克对农民有交代，毕竟。巧克力以提爱的鸦片来讲，伊唔算是一个必需品。没必需品的时间，你啊经济效益都唔会做出来。伊啊加车都会讲啊，尤其台湾迄七个本身有啊，伊啊加车都讲拉近餐桌跟食材的距离。这个是我们也是很喜欢、很想要推广这个东西。假如说以亚洲地区来讲，发展巧克力来讲的话，日本跟台湾算是自己有种，再加上自己有出产，还要是有再有自己的品牌的话，我们会很有优势。就是毕竟我们是自己种，然后你看得到东西，你又可以有自己的产品。对。故说你看，要用一粒细细粒的烤茄哩，其实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很多工序的提炼，才有办法做出来。当然，有一些人呢，会说讲，当中的外国进口的烤茄哩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这种名牌的烤茄哩烤好。可有没有想过，其实像安永的果子啊，在我们台湾的气候土地当中孕育出来的可可，算是我们台湾人的味道。我想呢，有一天它也可以在大家产销班台家的共同合作共同之下呢，可以创造出我们台湾的另外一个黑金奇迹。
三千年前，玛雅人正式考考书，提炼出考克力，为中南民族带来的经济奇迹。十九年前，屏东内埔的中海第一条考考书，几下年的时间，技术越来越好，考试本大家看到的台湾人的智慧老暖心。希望有一日，台湾考考为了台湾家币穷用，悄悄地输到大家的欢迎，发扬国际。改变的心意，接上就会进步的通力。女仆的乡亲也要勇气家的转送，希望本家乡因为物产繁荣，因为特色值得骄傲。请泰国家的吴祖娘，在泰国家都没以康好的世界开创出自家的正式品牌。还家女仆后生一代的可可农，家的呢天数，乡下将今日推来的神秘果子。发展出菜体的台湾美食，我记得咯，料理就是一种情感的延续。下周好美食，艾莉下礼拜再见，拜拜。日春雨水讲人间，行着雕重现，春风过去唱名道，好米爱哭一天，立下小马，唔下线，梦中泪已风思念。西瓜青甜，望里望，太初分叶，苦渐渐。日秋处暑，甜归年，年年人团圆。日东小雪，石板岩，四季轮回又